几位讲，哪位讲？这个地方是传送，传送，接收是哪边？我们顾问还有何副总，以及各位同仁，还有我们的这个研讨会的 audience 啊，大家好。好，我们进入呢，今天下午大概是我们这第一场次的研讨会的最后一个 session。好，我们今天会有三个 speaker。第三个 speaker 现在还没有到，但是我们会先进行前面两个 speaker。啊，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以及非常的 honor 啊，非常的荣誉呢。我们今天这个 speaker 呢会给我们非常好的 topics。我们第一位 speaker 呢是我们林荣润林顾问，我们大家这一位。林顾问呢，他目前是鼎新的资深顾问。林顾问呢，非常多的经验，他是在宏基呢担任主任呢有5年的经验，同时呢也在泛能资讯公司呢也当过副总经理，也有10年的经验。而且呢，他现在也是鼎新目前呢担任鼎新的资深顾问，同时呢他也是台北电脑工会的顾问，经验非常的丰富呢。那今天给我们 topics 呢，就谈到这个展望资讯流这个 ERP 的，在这个领域呢，在网络上如何参与以及它的角色，如何谈到它的鼎新呢，在21世纪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与契机 ，topics 非常的challenge。那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林顾问呢来给我们，然后之后我们再介绍。好，谢谢。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林顾问。好，谢谢。各位先进朋友，大家好。我想今天时间可能只有40分到有一点时间给大家来问啊，所以呢，我这些的问题的部分呢，我会就尽量以用鼎新的角度，而比较没办法用整个的业界这一些的市场机会这样子来讲啊，那有一些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快的来把它带过去啊。那等一下我们开始，也就是说，这一个我要先讲，借着这个这一个部分呢，自己经历的部分啊，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就是基本上呢各位看我的这个背景啊，一则我本来是从宏基电科技啊，比较从硬体的公司啊。10年前啊，就是说15年前从印尼的公司进印尼公司，然后10年前呢，从印尼公司到网络服务公司啊。那网络服务公司呢到去年呢我到鼎新电脑这边负责电子商务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呢最主要那想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说，为什么呢各位会说，为什么现在网络不正热吗？你为什么要从网络公司到一个软体公司啊？那就是因为自己在网络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10年啊。那后来发现说，真正的到去年呢，很热烈的电子商务起来啊，那在就会充分的感觉到说，电子商务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它变成了要把网络跟软体加在一起。你现在说的 ASP 种种，它一部分是软体，一部分又要网络啊，这两个加起来，那但是还有一点夸张，但是那个导演也是在所谓的采购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提高啊。那所以呢，大家知道最后一张就是说国外所谓的每一个
地方都有所谓的金字塔，大型的企业在上头啊。那现在大型的企业大部分印着国外接单的需求，它可能就 SAP 啊、泛啊、Oracle 啊、PeopleSoft 这些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不太容易跟它竞争。但是往下的，好、哦，我们刚讲2500家这个供应商的部分呢，现在大部分都是国内的产品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专长呢，怎么随着我们的供应链移植到大陆的中小企业，移植到东南亚的中小企业？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内专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那在请问一下，就是说鼎鑫在选择行销体系的时候，那会选择什么样的企业来合作提供服务，提供一个完整的 solution？ 对 ，OK。目前我们即使是如果你要新的这个体系呢，当然是说我们跟刚刚我说体系的成功因素是一样的哈。第一个就是说它本身它要知道它的效益，它为什么要建构并供应链好的啊？它本身行业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对它的这些供应商，它想要连接的伙伴，它有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那一些它是否清楚这些人的电脑化程度啊？如果它的电脑化程度不足，诱因不足的话，是推不下去的啊。那其实我们政府基础非常清楚的 啊，就是说对政府主要为了第一个，为什么它所谓的四化模式从 IT 产业开始？他认为就是说，第一个他有迫切的压力啊，国外有这个要求，他的时间速度竞争非常重要。另外，他们电脑化普及的程度够高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最大目前最大的配合的比例都在 IT 产业的部分。因为 IT 产业进我们中华民国是很多企业，这个现在你可以出去外面讲说，这个多少电脑，80%的电脑都是卖200万。以前都是什么华纳啊、戴尔啊，我想这是我们做方面的社交的地方。刚才如果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哎，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最新的不是我们第二位是第一个贝尼科技公司的何副总经理来给我们谈到他这个主题呢，是谈到我们展望这个网络世界中无线网际网络的发展趋势，同时呢，他会介绍这个贝明，他这个贝明科技这公司呢，它的核心竞争的优势，以及它发展为全方位服务网络机制。等一下，他那边有一些 demo 啊，我想等一下这个何副总呢，他会跟大家介绍，这么实地来这么一个资讯的一个沟通，大家可以在。在里面讲是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何副总呢，他在贝明公司呢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都在 R&D department， 我相信他的研究一定非常精彩。那我们这里掌声来欢迎何副总啊，谢谢。也许说我们在谈这个全方位服务网络跟无线网际网络的时候，是大家看。
那这个是实际应用在我们台湾，可能是消防单位或者是新闻业者，他们可以应用的一个实例，那我会做一个实际的一个说明。那我们手上也会有一些这个资料，那可以看。全方位服务网络的话，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从电话发明到现在，那这个电信的这个电信工业上面，它的这个进步是非常的快。那就是说，各家电信业者如果想要把光纤直接拉到每一个家庭之中，为什么？因为以我们现在来看，在有限状况之下的时候，在台湾有 cable modem 跟 ADSL， 那这样子的一个宽频上网，都是各大的这个财团跟这些企业里他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政府也在3月19号公布了三家固网业者，那这三家固网业者，那他们每一家公司都集资1000亿以上的资金，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情，做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事实上，他平上网以 ADSL 跟 cable modem 来说的时候，他们是这是一个技术，就是所谓的SS network， 就是所谓的接取网路。那这一段的技术是在于解决电信局跟这个客户端，就是一般像是家庭或是公司，最后面这一段的接取网络，就是最后这一公里的这个接取的问题。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说，光纤已经存在很久，那但是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那所以说虽然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频宽，那大家可想见的说，我们在家里做上网的话，它不会有任何的频宽的限制，也不会有网络的塞车，那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跟光一样的速度在进行的。但是因为光纤的成本以及就是说它的飞行跟固设不易，所以会有所谓的 ADSL 跟 cable modem 产生。ADSL 它是用所谓的一般的双绞线的电话线来上面提供我们的数位服务，就有点像 ISDN 一样，所谓的一个整体数位服务。那 cable modem 它是借由第四台，我们一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第四台的这个所谓的 cable， 然后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数位的服务。那光纤的话，那当然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的一个传输的一个介质，一个 media， 那它可以有最大的这个所谓的传输量。那但是在这个成本的考量之下的时候，让我们现在在台湾这边看到的几家固网业者，他们会比较以所谓 ADSL 跟 cable modem 来作为这个接取网络，完全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但是我们纵观有线跟无线之间的一个关联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无线似乎会比有线来的好很多。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条牵绊我们的这条线，如此我就可以自由的走来走去。如果是有线的时候，我就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像我现在拿到这个麦克风一样，它是有线的。如果它是无线的时候，就好太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认为宽频的这个网络的时候，下一步它一定会是以所谓的宽频无线的接取网络。那以英文这边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 wireless local loop， 就是所谓的无线接取网络。那它同样也是提供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或者是一 mile 这样子的一个接取网络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它采取的是以无线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那它可能就是说，第一个就少了这条线的牵绊，第二它在成本以及它的这个控制上的话，它不需要做固设。那接下来在这个固接式的无线接取网络之后的下一代发展，我们会很轻而易见的就是宽频的行动式的无线网络。好，那我们以有线电话跟无线电话的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先有线电话，那在大家这个的需求之下，会产生的无线的所谓的行动电话。那同样的，在 cable modem 跟 ADSL 的下一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行动式的无线的宽频上网。好，所以说这是一个进行的演进的一个步骤。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
线接取网络的部分。那事实上，我们在无线接取网络核心的部分呢，那正好我们公司在这方面有一个长年的一个发展。那它是以所谓的无线产品为作为一个核心，那它的收发距离可以从短到500公尺，长到100公里。好，那接下来的话，它上行跟下行一样快，就是所谓的 upstream 跟 downstream。那这个各位也许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可以举一个实际，像 Cable Modem 它们的 downstream 是27 mega， 那 upstream 是15 mega。那在这个数据之下，它是有多人去共享同一个频宽。好，那以无线载频为托来说的话，它的目前技术可达的是在10 mega 左右。好，那越是这个那 T1U1 的这个频宽的6到8倍，相当于6条 T1 的一个频宽。那 ADSL 也是一样，是所谓的非平衡式的一个传输介质，意思就是说它的下载跟上传的速度也是非平衡的，下载都会比较大，上传会比较少。但是在无线产品微波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下载跟上传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就衍生了它更多的一个用途。我们会在稍后再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优缺点。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技术是在影像压缩、解压缩以及储存传送方面。那因为在声音的范围内，因为一般的人他们所重视的感官就是两个，一个就是 video， 一个是 audio， 一个是视觉，一个是听觉。那在听觉方面的时候，人的一个通讯需求已经被完美的满足了，包括行动电话，包括音响各方面的音乐。那接下来在影像方面的时候，事实上因为它的资料量以及它的频宽需求较大，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它并还没有被满足。所以说影像要如何能够传输跟储存呢？这是一门很重大的一个学问。那它需要的就是以压缩跟解压缩的方式缩小它的体积，来做到最有效的储存以及传送。那接下来是关于 GPS 全球定位系统以及一个区域定位系统，这是一个就是说衍生出来的一个附加价值。当然结合 GPS， 它是以卫星的方式来做一个定位。那区域定位系统的话，它就是结合类似像行动电话或是无线通讯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小区域的一个定位系统。那无线网际网络的应用，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网际网络上面本来就是可以应用于电子商务 B2B、B2C。那所以在无线的情况之下，它自然也可以在这些地方有着完美的应用。那我们可以举一些实例，像台湾这边有传讯网，或者是在行动电话上的一个所谓的股票的这个即时下单的交易。那这些都是所谓的无线传输的一个应用。那但是它并还没有以所谓的网络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连接。那当然 B2B 跟 B2C 的话，我们一般考虑的是网际网络的环境。那这大家都了解到，它是一个有线的一个通接的方式。那所以说，如果它能够以无线的方式来做的话，那势必可以延展它更大它的范围。他所服务的区域以及说他可以这个经营的业务形态的话，可以更大的扩充。那接下来在这个，既然它是无线的话，那所以它在娱乐跟传播新闻上面，它也可以直接录到。举例来说，像这个网际网络上有所谓的 Web TV、IPTV， 可以在网际网络上面看到即时的新闻。但是他的经验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它的品质不太好，它跟我们的电视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它也不是很流畅，也不是很及时，而且网络还会塞车，所以说这些都是取决于频宽的问题。那这些频宽如果能够适度的去解决的时候，那事实上在网络上面的提供所谓的娱乐传播跟新闻方面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它是可以很容易的被达到满足。跟一般的所谓的第三台，或者是我们现在所接收到的这个
电视节目一样的品质。那第三点是在，既然是无线网络的话，它可以在消防保险上、警告军方，它都可以应用到。怎么说呢？在消防方面的话，等一下我们在最后面工作用几个实际的应用例子跟各位说。那在保全方面的时候，因为它是无线的，所以说它有比较好的安全性。那它可以在一些这个侦测与回报以及像例如社会管理方面的时候，那它可以做很好的一个应用。那在警方方面的话，因为警方这边其实警方很多在用无线电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事实上无线电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技术。那面对的一个国际网络的环境跟这个时代的来临，那事实上它有可能进行到所谓的这个无线资料传输的方式，然后搭配他们的一个这个通信系统，可能可以让他们的一个这个在新上面会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效率。那军方上面的话，这边事实上他们在很多地方也可以运用在无线网络方面的一个应用。其实事实上是跟警方或是社会管理非常类似的。比如说以这个世界来说的话，是像一些海防、边防这样子的一个 surveillance 方面的一个用途，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应用。无线网际网络的优势在哪边？优势我们刚刚看到前面的一个应用面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考虑到说它会有什么优势，为什么我们要应用它。那第一个就是安全性。第一个，因为我们看到有管线的时候，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条线上有资料或者是有数据，那这时候它的安全性就受到了一个考验。因为只要是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说，如果我想要听或者是我想要截取这段资讯的时候，那这条线就是我的第一目标，那我一定是可能去连接或窃听或是各种方式。那在一个资料的一个传输的时候，它的安全性，这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标的。那事实上，如果是无线的时候，因为它是在空中，那空中的频率非常的多，那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标的，所以说在安全性上的话，它可能会提供比较高的一个安全性。接下来它有一个便利性，在有限的环境之下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业务的服务的范围，那他们会被这条线所限定，包括它的频宽以及它所服务的一个范围，都会被做一个限制。那接下来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因为在无线的宽频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可能会被改变。像过去的只有在电传视讯，股票族只能看电传视讯的情况之下，那这时候传讯网的一个推出的时候，它会让很多股票族会有更加的一个方便，然后再加上行动电话的普及，那行动电话它就可以提供所谓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交易，那这都是所谓无线所带来的我们改变我们生活形态的一个实例。那在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实例，那我们推展到未来的时候，事实上它的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以宽频来考量的时候，那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更多。在安全性这边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一个它没有实体的线路，那它容易破坏。那这也就是说，其实它的破坏并不包括，并不只是限于人为的破坏，事实上它也包含时间，因为所有的线，不管是光纤、蓝线，那它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时间的老化问题。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付出庞大的成本去做一个维护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成本上，它是一个重大的考量。尤其像比所谓的保密晶片，让这个资料传输更有保障。一般来说的话，保密晶片也可以应用在有线上面，但是为什么应用在无线上面，它会更加的好？因为第一个，在无线的部分的时候，如果要找到它的特定的频率的时候，就它的窃听就跟090的电话是完全的不同。090它是以自然所谓的类比的方式啊，去把这个原因的一个重现。那 GSM 的话，它是以数位的压缩跟解压缩的方式。那事实上，它也加入了一定的加密的这个条件在里面。那会
会让我们的蓝图进行得到更多。接下来就是在低舒适功率方面，它会比行动电话还安全，是因为以展频的方式的时候，它是把这个同样的一个功率分布在各个频率之中，所以它的整体输出功率也会比一般的传统的行动电话要小非常多。以传统行动电话来说的话，大概输出功率是大概在2瓦左右。那如果以展频的方式在输出的时候，它的输出功率可能是在5%以下，5%相差将近1000倍。那它的便利性，它的便利性的话，不用跟动现存的网络架构。那它可以与有线网络紧密的去做一个结合，那它可以省略掉一般有线网络的一个通信工程，那直接容易改变网络的一个状态。那它的安装过程非常简单，就像行动电话一样，只要把device 直接插入电源，那它就可以来做一个运用。那它的机动性高，移动性高，那它也可以支援所谓的慢流。改变生活形态的部分，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以 ADSL 这个服务来说的时候，事实上它提供的是一个宽频的服务，那它可以让一对双条线的铜线，那上面可以可能有10对或20对的电话在上面。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以一个无线网际网络的一个方式，然后宽频接续上网。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以一个家庭为例的话，它可以有立刻有1到100线的电话，却不需要接任何的铜线，不需要接任何的铜线。可能在台北市会有很多办公大楼，有门号想要申请电话，但是却没有办法申请。它所谓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大楼的线路不够。所以说，无线它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它没有一个实体的铜线来限制它。接下来，在工厂式办公室将会成为主流，人们不一定要到特定地点上班，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改变生活形态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因为在无线宽频上网的情况之下，那 Cell Office 会产生，那所有的 VPN 那可以让各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使用者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那直接连接成就像在办公室内办公一样。所以说在家里办公会从也许在过去是一个梦想，但是在未来是可以实现的。那包括影像电话也事先可以不受时间及空间的这个限制。那因为有了宽频的这个无线上网之后，那影像电话跟视讯会议就不会再局限频宽。那以目前的影像电话跟视讯会议来说的话，大家看到的都是可能影像的进行速度都很慢，然后它的这个解析度也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频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它就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接下来股票资讯及时双向交盘下单，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以传讯网这边来说，它是一个单向的，它只能看，但是它不能下单，它下单必须要透过行动电话或是其他的装置或是一般的市话。这时候如果有无线网际网络的方式的时候，它可以在线上直接下单，但是如果是以过去的网际网络的话，那它必须要坐在一个电脑前面，或者是准备行动电话。可是如果有一个无线网际网络的一个宽频服务的时候，它可以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结合到单一的装置上面。那这时候它会有非常的便利性，那可能以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他可能不需要带三四种装备。那接下来既然影像电话跟这个视讯会议他们都已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无线网际网络上面传输所谓的像这个数位电视方面的一样的广播。那这时候它就像网际网络一样，那它会有不限制的网站数，所以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台的频道数它就没有限制。在过去的这个第四台的服务的时候，它的频道数
限制的，可能现在有85台或是100台以上这样。但是在网速还没有环境之下的时候，这个它第四台的频道数的时候就没有一个限制，而且它可以提供所谓的视讯随选服务，因为全部都是数位化的环境。那现在我们就一个实例来，就是说解释，就是说先前所提到的各项的技术以及它应用的这个方便性跟实用性，那就是所谓的有具体的中心系统。那我公司针对所谓远距资料影像声音传输发展出所谓的远距指挥中心系统。那这个系统是事实上在过去的时候它是在别样，就是说别的领域的一个用途。那其实的原因是因为在9.11地震之后，那发现到通讯跟影像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会整合出这样子一个系统。那第一个，它是以无线传输的方式，就是我们提到的载明文波的方式，那它不需背时加设电缆。那它所采取的这个机频是2.4G，然后它是微波的一个方式，那它是传输距离可以达100公里，那它是采用点对点互加中继器的方式。那过去的时候，它需要以卫星的传输，那这时候它的这个使用费往往偏高，但是如果一点对一点传输，它可以达到100公里的时候，事实上在消防救灾这边的话，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功效。好，那数位储存资料的时候，它连续的影像，我们以20G的 hard disk 来说的话，它可以录100个钟头，包括了采证以及影像的传输，那它都可以达到。那在无线载频微波的部分，我们采用的是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技术，就是所谓无线序列采集的方式。那它可以有效的抑制一些干扰，然后以及降低它的发射功率，那可以让这个传输的距离延长将近10倍，所以它可以传输到100公里左右。那它保密性的时候，我们的重要讯息是借由 DBPS， 就是贝宁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系统，它的英文全名是 Digital Video Packet System。那这是一个把影像转换成数位封包的这个方式的一个技术。那事实上，大家很熟悉的可能是 Voice Over IP。那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Video Over IP 的一个技术。然后借由多重编码的方式，达到一个高度保密的一个功能。那即时性的话，因为我们以宽频的传输到10 mega 的这个频段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即时的讯号传送，然后获得最佳的统一的这个讯号。那这个影像的这个讯号，它可以传输到所谓的广播级，就像这个新，就像在各位在收看新闻节目一样的一个信息跟即时性。那机动性的话，因为这样子一个装置，它事实上非常小，那可以车载，也可以人员背负。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那它的机动性就会大于像一般的卫星广播车，或者说其他比较大型的一个设备。那它可以很机动性的到每一个地方，可能是像南投县的一个灾区，或者是像一个电信中断服务的一个区域。那在夜视这部分的话，是结合一些就是热影像跟夜视的部分。那这是针对消防上的一个需求所提出的一个这个所整合进来的一个系统。那临时通讯系统，因为我们这边解决了 video 方面即时传输的问题，事实上在 voice 方面就是所谓的电话通讯方面，在同时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也提供了将近288条电话的这个线路。那就是所谓以 video over IP voice over IP 的方式，那它可以建立相当于6条 T1 的这个线路。那所以包括在影像资料以及声音方面的一个双向传输，那它都可以立刻达到。那这就是我们一个
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架构图，可能这个投影片上不清楚，那各位可以翻到那个第二章的一个部分，它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架构图。在这个系统架构图上面，它分一由中间一分为二，分左边跟右边，一边是所谓的灾难救助指挥中心，那左边是前进指挥中心。那这中间的一个连接，它是靠着所谓的无线载体流过的一个方式，那它可以达到及时的传输，然后把影像、声音以及讯号都全部的及时连接，而且是双向的。那在以太网络极限性之下的部分的话，是传统的。在以太网络极限性之下的部分的话，它有的都是所谓的传统的设备，包含消防局他们各种救灾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资料库以及电脑以及电话。那借由着或者说 IP 以及和资料库的架构，然后经由无线载频微波传输到远前端的指挥中心，前端的指挥中心可以是在南投县，那消防在灾难救助指挥中心这边的话，它可以是在所谓的消防局的局本部内，但是有可能像南投县政府那边已经都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消防局的指挥中心可能会是在台中，那可以在这两个地点不超过10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临时的一个通讯的一个系统。那这个通讯的系统的话，它可以有10个分压的一个频段。那所以在远端行进指挥中心这边的话，他们只要有比如说行动式的电脑或是仪表机，它就可以立刻的发健保卡或者是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户口名簿等等，或者说一些救灾救援的一个资讯或是建筑的蓝图。那它同时也可以借由两端的这个或者说 IP 的一个资管中心的一个交换手机，跟双方的这个人员做一个紧密的沟通，而不会只有无线电单独一个 channel 和双方的一个沟通的方式。那它可以让两端立刻拥有将近288条电话线及时的一个通讯。那我们提到的这么多的一个，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例子。那在这些的技术之中，我们为什么能够提供一个全方位服务的一个网络呢？因为我们想要运用这样子的一个宽频上网，让每一户都会有10MB的一个频宽。那这10MB的一个频宽的时候，事实上就相当于每一个人的电话，或是每一个人的家庭，或每个人的客厅，他们直接拉了一条看不见的光线，就是所谓的无线光线。那它在成本上很低，那它在这个传输量方面很大。那事实上以一些数据来看的时候，在日本大概有500兆日元的一个总支出中，大概有300兆是在家庭预算方面。那家庭预算既然这么大的话，它事实上可以为电子业以及各个行业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在日本方面。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市话大概有1000万人，那行动电话在短短的2年之内已经成长到1000万人，那今年2000年将会超过市话的装置量，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无线已经超越有线了。接着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在下一个2到3年的领域的时间内，那宽频上网的部分将会被无线宽频上网所取代。那无线宽频上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核心，就是所谓的 Wireless Local Router， 那也就是我们公司是希望以所谓的无线载频为客的方式来达到所谓的 Wireless Local Router。好，谢谢各位。是我们的 Open for Discussion 啊，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
PDA 方面。喂喂。在 PDA 方面的话，行，对，我是在帮你开。PDA 这部分的话，如果说以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实例，它事实上 PDA 它只要有界面的时候，事实上它就可以在Internet 上面，可以有点像 Web 一样，它可以自由的浏览这个所谓的 Internet。那事实上在可见未来，包括现在的 PDA 以及所谓的这个传输机啊什么的，好，我尽量记住，好吧？就像行动电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说，他们已经提升 Web 的这个服务。那 Web 事实上就是把行动通讯跟所谓的 Internet 搭起一个桥梁。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大胆预测说，所谓的无线宽频上网的时候，将来我们行动电话，我们姑且称它为行动电话，或者说是行动的宽频电话，那它可以直接。可以在行动电话上面看第四台，但这个第四台的国界并不是只有在台湾，因为在网际网络的联盟之下，它可以收看全世界任何一个区域的 cable 的一个服务，那事实上是会大于 PDA 非常非常多，那事实上他们会被整合在同样的一个服务范围内。那边有什么问题？那个先identify一下是。他想请教一下，你这个技术来讲，跟 Bluetooth 是有什么这种不同吗？是不是取代掉 Bluetooth 在家里面用，还是说你那个东西是准备拿来当固网的这个取代掉它光纤网络的缆线？因为照你这样来讲的话，你的东西是比较快啊，成本比较低啊，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这个市场规模的话，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依照交通部这边统计的话，到2010年的话，整个电信市场大概会有5200亿的新台币。那5200亿里面的话，有2600亿是属于大概会是由中华电信这边一家独大，剩下的2600亿会有这个所谓的三家固网业来分摊。那我们在这边提这个技术的时候，并不是要取代所有的东西，因为在这个网际网络爆炸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并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取代全部的。我们提供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是以所谓的一个低功率的一个方式，那解决在以 low tier 的方式解决local loop 就是接取网络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并不打算也没有办法取代光纤网络，因为事实上大家看到光纤网络的时候，我们是提到所谓是低频宽的部分，但是事实上光纤网络在高频宽的时候已经在广泛运用。那事实上可以提一个数据，就是说以我们刚提到的是 mega 来说，那我们的数据就是以 k 来说，以 k 为单位， k 跟 mega 会已经差了1000倍。那事实上各国的电信业者他们的单位只是 tiga， 那 tiga 跟 mega上下一条海缆，以一个光纤来讲的话，它可以传输10几百个频段，所以我不太可能取代所谓的这个光纤网络的部分，而是跟光纤网络以光纤网络来做一个骨干，然后在所谓的接取网络的部分，那以所谓的无线的方式来达成。谢谢。然后刚问的是有没有用到这个 Bluetooth 的 Bluetooth 的 technology？ Bluetooth 这边的话，它是一个短距尾波，那可能就是说近在比如说我们2公尺、5公尺的一个范围内。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敢说取代，因为他们在市场面是有一个蛮大的不同，它是局限于短距，然后低单价，它一定是低单价。那但是如果说在宽频无线上网的这个服务能够达成的时候，事实上就像我们在用行动电话一样，如果我们的行动电话可以在任何地方通的时候，事实上在短距离通讯的时候，它是可以被取代的。没有什么你想知道吗？老师，今天这边有人自己的。老师，我在听。我先继续回去。
果今天技术可行的话，不知道公司在多久未来可以实现的平台，在这里在这目前技术方面有没有一个平台的问题？好，请这样问。事实上，在要实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的话，事实上都已经有了。那现在欠缺的是一个实际的实践的一个市场。那实际实现的一个市场，以台湾来看的话，就是三家的过往业者。那三家的过往业者也不过在3月19号开放。但事实上，这些技术要实际应用的时候，那我只能透露说，我们在过去在军方这边已经有一些应用的一个实例。那是因为在一个 public 的场所不便多说。那但是我们有一个实际展示的一个机会在各位的身后，那它可以直接传输即时的影像，那可以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下一个带一个从花莲东华大学来的王副教授，我们看到那天赶来的那个一场接诊。我们这次非常感谢何副总给我们精彩的演说，非常热烈，谢谢他的热烈。对，我把这主持人就交给我们的经理人，他帮我主持的，因为我住很远，我住嘉义嘛，我赶6:05的那个飞机啊，那个我们要欢迎你来，然后你过来帮忙。好，我们谢谢罗院长。各位不好意思，我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因为王所长一直有点事情，然后那个会议他实在没有办法拒绝，所以今天他请了他花莲科技青年会的同事林子祥林先生来为我们大家做这场专题研讨会的报告。那林先生他现在是在大汉技术学院国际贸易系的专任讲师，他资历非常完整，曾经在中华民国网络协会及中华民国资讯软体协会有6年的服务经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网际网络这个产业拉近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距离，那大家也常常戏言台湾的潮流往往跟在美日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很会有一个疑问，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波网际网络的热潮当中一样追随在美日之后，甚至有机会超越过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林先生跟我们就如何评估网际网络技术移转模式及未来发展方向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今天可以把时间过了，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非常很抱歉，我知道他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那我是他花莲科技青年会的这个常务理事哦，那我就带他来做到，那这是大概我的自己的简历，我在英国这边的 business school 哦，就国际行销，那过去我在中华民国网络协会担任大概是3年的时间，那在中华民国资讯软体也有2年的时间，所以大概将近6年啊。我一直在这个资讯产业界服务，所以大家在对这个资讯产业了解肯定啊稍微多一点。那今天就跟大家做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时间很短，大概只有30分钟，那我就开始下一个。OK， 今天的题目我们大概是讲的网际网络技术哦，移转的模式跟它未来发展方向。那其实这个题目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这样30分钟，其实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到太多的所谓技术移转模式哦，也不想要跟大家讲所谓多少的网络技术，然后讲多少的这个所谓的移转模式。但是我今天就希望能够跟大家在做先进哦，基本上做一些分享。我想主要是两个部分，在移转模式的部分，我们就挑这个大家现在比较流行哦，这个所谓的策略联盟哦，来做这个今天哦这个会议的这个主轴。那在这个网络技术的部分，
好，我想这三天来，大家参加这个会议，我想听了非常 technical 的东西，已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边也找了一个稍微比较领域比较小、比较 focus 的部分，是在这个所谓的专利技术的部分。哦，那大概我是从这两个主题去切入。大家看到这边其实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你在你看完那个 Global Player 和 Out of 21st Century， 你到底像这个网际网时代，或者我们讲这个新经济时代的这个来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产业面临到一个存废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新经济时代，或者我们讲所谓的数位时代，怎么样去存活？现在产业面临两大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传统产业，它面临要转型还是什么生存上的一个蛮大的挑战。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实体的商店面临到这个虚拟店铺的一个挑战。所以在两个问题会影响在这个大家讲的时候，我们的四季，我们的下一场。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他曾经说过，这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其实是因为有两股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在主宰。这两股力量，第一个是所谓什么全球化的力量，第一个是所谓科技发展的什么力量。在这两股力量推波助澜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到产生一个新的一个什么工业的结构，一个新的产业的结构。那当然有非常多说新兴的一些产业，但是在这些产业当中，我想比较让人家醒目，比较让人家能够为之侧目的，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带这个主题在探讨说的网络的什么技术。那至于这些技术，你怎么去因应用，其实这个企业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你可以看到第三点，它必须要有什么很好的策略去回应在这个网络时代快速的什么竞争。所以你看到最后一个怎么去执行，就遇到这个所谓企业内部所谓变革，或者是企业内部组织重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是从这些角度来切入今天的主题。OK。大家都，我想在座各位大家都看过一本书，叫做《竞争大未来》，这是非常有名的两位学者，这个汉姆尔跟这个普哈拉，他们在写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句话：你要 get the future first， 你要到这个作为这个产业或者潮流的先驱你这个企业必须找到一条什么？找到一个非常好一个所谓的捷径在这个跨越这个世纪鸿沟的时候，你去找到一个捷径。那什么样的捷径呢？从技术面的角度你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捷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单打独斗你说发展自己企业内部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竞争力，跟企业内部的所谓的核心力量、核心能力之外，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企业外部的什么澳元寻求企业外部的澳元。另外呢，在策略的部分，最好的方法我想就是什么？就是广结善缘。你怎么样去做到所谓的什么策略联盟 ？OK。那这个日本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康尼斯托迈，他就曾经讲到说，在这个什么多变化、复杂、多变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新经济社会里面怎么样充满了这样，在这边它充满了非常非常多危险的这个对手，所以最好的方法，这个企业要找到制胜的这个方法，最好就是什么 ？It is best not to go it alone。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你不要踽踽独行不要一个人走在路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呼朋引伴。那其实，在这个哈佛大学目前任教的非常有名的女的这个教授叫 Kanter， 叫肯特，她其实在过去她提出这个 PL 的这个方法。他提到这个 PL 的方法，其实就蛮呼应这个这红麦这个教授他所提的这句话所谓的这个 PL， 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汇集联盟跟连结的力量，就是所谓的汇集联盟跟连结的力量。汇集什么？汇集是汇集你所有企业内部跟什么企业外部的什么资源创造你的什么优势然后呢，联盟呢就是什么？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什么抱的朋友来共同什么来这个产业界努力，然后连结呢是在你找到这些伙伴当中建立一个什么所谓制度的什么连结。我想这个企业的文化往往不同，这是在策略联盟里面最常遇到的一个阻碍。所以这个3月20号的时候，这个施正荣施先生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到一句话，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网际网络的产业发展，这个企业没有办法什么靠自己单打独斗的力量，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能够找到什么很多联盟什么
联盟的方法。那在这些联盟的方法里面，也不排除什么所谓的什么与敌共谋，就是跟你的什么竞争者做这个什么策略合作的伙伴。所以在这边我们也什么也重复到一个观念，把一些新的观念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所谓的什么 competitive 什么 collaboration， 就是所谓竞合的一个观念。大家在这边看到很多，就是第一个，怎么样跟你的什么竞争者合作，这个现在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想在国内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产业界在特别在网络这个产业界，过去很多的竞争对手，现在都成了所谓的什么策略伙伴。第二是什么？怎么样跟你的竞争对手合作，而且什么赢得这个商机哦？那这是什么？我们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观念。那第三个是什么？其实合作是什么？是竞争的什么？另外一种方式，这句话我们常听到，我们常听到。第四个是什么？合作就像是什么竞争一样，在我们闽南语讲这个什么“火兄弟给嘛，有进步，对不对？”你怎么样在这个产业界跟你什么，跟你的一些策略伙伴也好，或者是竞争伙伴也好，互相什么合作，互相的什么刺激，能够什么追求什么你们产业界的什么进步？那最后一个方法，我想这个大家常听，怎么样应用这个什么 win-win 的这个 situation 啊？你怎么样制造一个双赢的什么环境，而不是而取代过去所谓的什么看谁不两立的所谓这种零和的什么游戏方式？这是我们常讲的所谓新经济时代的什么游戏规则。OK， 怎样去建构这些网络企业啊？这些所谓的什么 dotcom 的这些公司的什么科技的这些优势哦？那我们可以运用一些什么现有的一些网络，我们可以运用现有的一些网络，在这些网络里面啊，大概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三个方式可以寻求这些什么技术的引进啊。第一个是什么？你从其他的公司，就是做这个策略联盟的方式去取得什么，不管是技术的授权或者什么技术的引进，或者你找到一些专家学者来这个移转这个技术。第二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什么政府的政策的关系，很多的大学很多的技术学院现在都设立所谓的创新育成中心，他们希望透过这些什么学者专家，他们学有专精，然后呢能够把这些什么在过去在课堂里面研究的一些东西能够什么商业化，能够商业化，所以他们现在就透过这些创新育成中心，希望把他们研发的一些技术，目前跟什么跟一些产业界合作，跟产业界合作。那过去我们反而看到一个比较普遍的例子，是台湾的这个软体业，过去寻求一些代工的方式，经常到这个大陆去找到一些交大或者是其他大学大学生或研究生做这个软体开发的动作，这是属于大学的部分。当然最后的话还是回归到这个政府的一些什么研发单位，不管是公营院、资社会或者软体五年工作计划室，你可以从这些地方去找到这些什么外界的澳元。OK， 什么时候我们来做这个策略联盟？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什么？最主要还是构筑这个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四个方法里面，当然从企业的内部一直到外面，包括这个并购的方式，包括交易这个什么交易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是着重在什么第四点，就是怎么样去增加了什么你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当中看到这个 Strategic Alliance， 所以的策略联盟还是什么最佳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因为它的风险是什么？是可以 share 给什么其他的什么公司的。这张图表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大概把这个整个策略联盟的一些选择的方式放在这个图表上面。当然，不管是 joint venture 或者是所谓的什么 collaboration， joint venture 它当然是比较什么，两个组织或个人之间大概什么，你投资这个一定的资金来形成所谓的什么 joint venture，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有立法保障的一些什么公司或企业。假如没有这样的话，也许你是订立一些契约，透过合作的方式做这个技术的什么授权，或者说技术的什么移转。那在这边呢，我们大概什么可以看到这个 Strategic Alliance 的一些定义但是我不在这边跟大家重复这个课堂上的东西那其实所谓的什么策略联盟，就是你找到一个什么志同道合的伙伴，去发展一个什么长期的什么关系你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发展一个什么长期的关系。OK， 这是比较重要的策略伙伴能够这个策略。联盟能够提供你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澳元，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它可以扩展还有更新的这个企业所谓的竞争优势，特别
特别是在进行这个企业进行所谓的全球化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样策略联盟的方式哦，能够找到外面的一些什么援助哦。当然，这个所谓的策略联盟也变成一个什么全球行销里面哦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一环的什么策略，行销策略。所以在这个瓦哈拉教授跟在 Palmer 里面呢，他就提到，企业要维持这个竞争优势哦，你必须什么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学习哦，就是我们曾讲的学习性的组织，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学习哦，从这些外界，不管是制造的技术，或者是独特的关键技术，或者你的核心能力哦，能够透过策略联盟的方式哦，去维持你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策略联盟成功哦？我想，在这边哦，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从你的 vendor 面，从你的供应商、贩售商，或者从你的什么顾客，或者从你的产业界相关的这个什么公司里面，或者你的竞争者，你都什么必须去寻求这些和谐的关系，怎样去建立他们这个什么共通的所谓合作的长期合作的一些什么伙伴关系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呢、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名的竞争学大师，我们那个 Porter 曾经提出过所谓的无溢价构说，可以大家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怎样去维持这样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最怕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在这个策略伙伴选择的时候，你看找到一个什么不好的伙伴，对不对？遇人不淑。那最怕的什么心情，就是遇到这样所谓同床异梦的什么情形产生啊、哦？所以Lynch呢，这个Lynch教授他就曾经讲说，最好的方法在维持和策略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其实就是什么？所谓的互信嘛、哦，找到一个互信的精神，能够什么共同合作，互相什么协调。所以我们来归结这个所谓策略联盟哦，成功的什么关键因素，大概有三点。第一个是什么？找到你的什么共同目标一致的什么策略伙伴。